跟我感觉一样，嗯，欧洲人很多东西我都不觉得它是性感，比如说是染发呀，比如说是这种纹身呀，比如说这种大环什么的，我都不觉得性感，因为我觉得性感是它本身的那个样子，它是因为长得好看才性感，并不说是因为染了发以后性感，或者它一打了环以后你觉得好看，其实它本身它不打那环可能会更好看，所以这一直是我的观点，就是不管是打环也好，纹身也好，还有是各种做这乱七八糟使的这些，反正就身上这些东西吧，我觉得底子好才是真的好，他即使没有这些东西也是非常好看的。可是中国人就有很多误区，觉得哎呀染个发了啊什么的，或者打个环啊，或者弄个什么纹个身啊，就已经帅很多，这些人帅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其实不是的，你看亚洲人弄成这样就很难看。对呀，我觉得自然还是最美的。哎呀，有些人非必要在那个，特别是那个眉毛上面打个洞啊，或是鼻孔啊打个洞，哎呀，或是舌头，反正不是我的。我觉得小的纹身还可以吧，如果太大了也不好。而且纹身它是一辈子的，有些老的以后你看皮肤有褶子之后就特别难看。你知道不知道那个贵州有一个英国人，成天说 Sign Off 那个，成天说那个假 BBC 的。那个BCB News 那个很有名的，然后就是那个什么眼镜蛇呀、汉堡王呀、什么 Mr. 有意思呀，什么都是他那个人。他就说，不是他的点击率降低了，而是他油管的被的那个就是被油管管控了，他的视频就说是很不容易被其他人看到。实际上油管是在后台就是限制了你的流量，就是让你的这个，就是他不去推荐了，他不去推送了，他自己也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他是全是正面播报中国的嘛，他就在贵州嘛，然后他的里头就没有说一句中国坏话的，然后全都是抨击西方的，所以说，他就说他是掉粉的很严重，之前刚开始的时候视频有很多很多点击量，后来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他就说油管根本就不推送，这油管何止是不推荐，好像还出现就是本来已经订阅了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又删掉了，你还得重新订阅的问题。像我这种频道肯定那个政府看不上的，因为我并不是完全帮政府说话，我有的时候我也批评政府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因为我觉得我是想。我心里怎么想我就怎么说啊，我没有说一定要帮谁说好话，我认为是怎么样我就说。其实如果下次我能够回国能够拍一些节目，我在另一个频道可能我就用外语做一些节目吧，我是这样想。不过呢，时间一个人做从头到尾什么都一个人做，时间又有限，所以这精力真的忙不过来，没办法。反正我觉得凡是老外的，如果是他这样特别愿意帮中国说话的，我认为啊，我怀疑啊，可能后面还是有一定的资金支持的，不是政府啊，也可能是亲政府的一些有钱的人士吧，估计我认为啊，不可能就是一个老外一天到晚就老是帮中国说话，仗义持言，我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好处，他不会那么卖力。那不是连那个什么五千年什么那个圆脸不是也回国了吗？那个也是基本上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亲共的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人基本上到后来都会是以中国为主要发展方向，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为了，我不能说拍中国吧，正面的宣传中国，这样的替中国发声，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不管他有没有介入，其实都是介入，因为他的收入是来源于中国的，来源于中国的，至少是来源于中国的读者，来源于中国的观众，或者是来源于中国的这个媒体的这个，不管是邀请呀，还是包括资助，包括其实是一样的。你在国外发展，国外人推你的话，宣传国外的正面的话，那你收的自然就是国外的钱。但是你能说是美国资助的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就是美国的如果说有企业啊什么找你打广告肯定是会接的呀，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变相的资助，所以说其实是一样的。最恶心的就是原来那个南非那个白人，对吧？你知道吧，
南非那叫 Spence 还是什么，他就原来在深圳的，后来呢他讨了一个中国的老婆，听说那中国老婆是医生是什么，原来还是我觉得还算中立，后来画风越来越不行了，到后来就全面反中了，应该是去年是什么还是前年吧。他就可能得不到居留了，后来就去美国了，带着他老婆一起去了。好处就是中国人民给啊，因为他有一个老外脸呀、啊。你像那个贵州那个，刚开始资助的话，其实可能就是他老婆，但他就是靠了一张老外脸，他的收入肯定比你高。我就跟你这么说，很明显的，因为就光是打赏的话，中国人很多，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女人去会打赏这种，就是一个老外脸，就长一个老外脸搁在那就行了。所以说，没办法的，就是这样子。圆脸，他那个他在他的动态上面就发了一张跟金灿荣合影的出来了。我估计可能因为圆脸，实话实说啊，我觉得他自干舞还是不错的。不管他怎么样吧，对吧？他在国外，他在那个波士顿留学的吧？这样说我觉得不错。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，对吧？他怎么说无所谓，只要他深圳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觉得他学识啊，还有口才都挺好，学识挺渊博的。我一直很特别羡慕这些人啊，说话出口成章，而且语速那么快。像圆脸啊，他说话就连珠炮似的放出来。我真的不行，我口才特别差。一个是我因为是南方人嘛，说普通话本来就不流利。另外一个，我觉得还是智商肯定没有圆脸高，我觉得圆脸他们这种智商是挺高的，我认为啊。还有那个磊哥说正经，他的口才其实也不错，但是做油管有这个风险，每时每刻都有被油管关你的频道的风险，你知道吧？一关频道，你全面的什么付出呢，都付诸东流了，真的。他一关掉你，你没说话权利了，那你马上你的收入就没了，所以其实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担心。觉得还是打擦边球卖产品比较好。我是这样，我是凭着良心去做。当然，我这个频道相对来说肯定是轻松的，这因为我自己心里啊，我还是肯定爱我原来那个祖国，对吧？这因为我看着我出来20-30年，我看着国内从原来的真的很穷到现在，起码在平均全国人来说，大部分是得到实惠的，这点是毋庸置疑。所以我还是挺这个政府。我觉得中国人民呢是一个勤奋的民族，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。我现在就是怕国内的政治乱起来，那就全部就会泡汤，怕这个。所以我是出于这种一种良心的驱使吧。然后呢，就是外国啊，这个媒体黑中国黑得太厉害了，我觉得我必须站出来，给至少是能够看见油管的国内的人展示国外真实的他们的情况。否则，我觉得跪舔西方太多了，我就看不下去。能够帮中国说说话，还能够赚资本主义国家的钱，广告费为什么不行啊？对吧？这完全是我辛苦的付出啊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这是我的本事，能赚你的钱。没有做过油管的这个频道，我不知道油管它到底有什么限制，因为咱国内是肯定限黄的这些的。但如果是你要报道德国的真实生活，德国的真实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报道，德国的真实生活呀，德国的真实的这些，这些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说的真实生活不是说是他这个油米山什么的那些事情，主要是我说的就说是他这些涉黄的这一部分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谈，油管这些方面会不会限制？凡是能看到你的，基本上都是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华人，然后除非你要加其他国家的字幕，那是其他国家人才能看，纯中文的话都肯定只有中国人看，或者是在中国翻墙出来的，不然的话其他人是看不到的。所以这些人来说，不管是在国外憋着的华人，还是国内跳出来的翻出来的华人，对涉黄议题还是很敏感的。我其实啊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和我刚出国的时候，或是出国前的心态，真的
很不一样，因为原来在国内的时候，本来当时中国就很穷啊，国外就本来就很富了，对吧？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挺不满意的，对国内的东西。当时能够出国，我是义无反顾就出了，也是一种自私行为吧，对吧？现在回想起来，当然，一方面我肯定感到自己有些羞愧的，本来就是中国发展的时候，我就跑到国外去了，相当于当逃兵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我这一些年啊，我从帮助家庭来说，等于是也是帮中国做出了贡献吧。因为我这几年啊，这二三十年，我帮了多少家里多少，起码40-50万人民币肯定帮了吧。然后还帮我哥他们的孩子送他们上学，帮他们培养人才，这也是一种贡献，其实对吧？然后我在这边做些生意，帮中国推销一些产品，也是一些贡献。所以说来说去，总体来说，我还是觉得我为中国的建设也做出了一定贡献，至少我没有当卖国贼。光是说德国的话题，我觉得这点击量还是比较有限的，因为我做过，我知道。另外呢，德国人特别不喜欢出境，特别不喜欢被上油管啊，所以很难。光是做德国的话题很难。另外呢，德国，比如说你想去参观人家工厂嘛，你做一个中国人去，人家首先现在特别是政治这种气氛不好，首先会想到你是可能有间谍的那个嫌疑。知道吧？所以光是做德国的话题确实非常非常困难，我也想做啊。你说这个很能理解，我们家亲们不是一样吗？也是全家出来了，但是一样呀。国内的这个亲戚的还款呀，包括小孩的上学呀，包括这个表弟表弟妹的上学呀，包括他们家的装修，什么乱七八糟，生孩子，我的天呐，谁哪个不管，哪个管少了都不行。所以说就说是一样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你不能理解成为逃兵。你要想你在国内的话。如果的话，你在国内的话，也是给国内增加负担呀，一样呀。因为国内每多一个人，在国家就要多养一个人，这是肯定的。虽然你要劳动，但是毕竟还是要消费国内资源的。所以说，多出来一些其实是减轻国家负担。你在减轻国家负担的同时，又反哺了就是国内的亲戚，又帮助国家减轻负担，其实是1+1大于2的效果。但是我发现，在出境方面啊，我觉得像美国人啊，或是古巴人，他们就觉得无所谓的多。但有的美国人也可能不行。但是总体来说，我发现啊，欧洲人特别特别在意人家拍他，真的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中国人也跟美国人差不多，不是特别在意。但是欧洲人呢，真的，我觉得变态了。不只是这个崇洋媚外这个事情，之前我还有些事情想也很感触想做，比如说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大品牌呀，什么什么欧洲的知名品牌呀，什么什么的，其实在这儿很多都是连这个就是个小作坊，也没几家店，或者有的是快倒闭了，在国内都是炒的多小，或者就是是有这家店，但是在国外就是用最普通的烂大街的或者超市的产品。再拉过去，就国内就是成顶级品牌了，什么奢侈品，甚至划到奢侈品的，这个也是非常多的，就可以随便拍。但是我最后也没怎么做。第一是我，对这个方面不太懂，也不太感兴趣。第二呢，我又想，哎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国内人还是那个样子。然后再说了，做这种视频是得罪人的，所以说我又不愿意得罪人。我想着，哎呀，好好自带着吧，算了，我就懒了，我就不管这个事情。而且，如果我也想过做德语的节目。假如做德语的节目，我面临的风险更多。比如说是德国人，他看你的节目，比如说你拍了那个在街上拍的时候，他那个车牌露出来了，或者是有个什么 logo 了，然后他可以告你。这点你觉得挺讨厌的，就每时每刻的面对法律的风险。